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我不会放弃的，你说过困难不怕困难，只要坚持到底，梦想就会成真，就像那个波士顿小女孩一样，对吗？这么蠢的事也就你这种人会相信。告诉你，永远不会，因为我讨厌没有脑子的人。只要你直树，行，他也不喜欢你了。我真心记得，决定埋汰你不了应该是你太清楚我的肉，所以没听见。你就是阿姨说的那个印度男，很受欢迎，很帅的哥哥，所以是快把这些变态东西都给我，不要让我想到你前面，对不对？你用这个行为，他肯定有好处，你不是我不用这么说很快的。这个，我妈让我来帮你收拾。在不在这里跟我一点关系。等一下不要打教育、第一，在校园面前说了我们不在意，必须感到不容易。二，个人要家里人发生什么状况，尤其是我妈。三，不管在家里怎么样，不准动我的东西。以上三点在你办，我帮你看。